想怎么样啊？不知道。就是在彼此的眼中，男人是个花心男，女人是个轻浮女。那你们彼此留恋的是什么呢？谁能回答我？我觉得我的性格首先从小因跟家庭背景原因，我比较内向吧。我对我以后的女朋友的目标，就是希望有一个就像她一样这样外向的人，能跟我一样互补一点。那不是外向了吗？行了，结果她太外向了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现在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他吸引你的是外向，对，是这意思吧？他当时性格，但是太外向了，对，要再收点，完美是好，行，明白了。你呢，姑娘？我父母都是商人，平时工作很忙，没有时间说是给我太多的问候，只是有事情的时候会联系我。他妈妈知道我们两个谈恋爱之后，就又每天会多问一句：“那你女朋友呢？她吃饭了吗？”哦，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之前没有过的，我没有过有人这么关心。这是舍不得的啊。但我们一旦吵架的时候，就像他妹妹这样，我觉得当时可能如果他妹妹说的是：“姐，你先别生气，我问问怎么回事儿。”然后我哥有不对，我先给你道个歉。这样呢，我可能就不会有那么过激的行为。就妹妹这么点事儿嘛，这事儿我跟你说，你看你还生气吗？他肯定是跟他妹妹这么说的：“看我看得太严，我哪有时间跟人干这干那呀？”是这么说的吧？ 是这么说的吧？是。可是他还怀疑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。所以我很难受，因为他们俩的话，你把它往一起一放，就能对上了。然后他妹妹是质问，说你怎么回事？你把我哥都看得那么严了，他还有时间去花吗？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吧？态度特别差。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他那个意思还替他鸣不平吗？这都很正常。你们那明明就是他的不对，为什么还要替他鸣不平？我也很委屈啊。因为他是他妹妹啊。你把这事儿想清楚，就没那么纠结。你们俩是谈恋爱对吧？对。回到恋爱的本质，喜不喜欢他，喜不喜欢这个人，其他的事儿都可以放在一边啊。来吧，你们听老师怎么说吧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方尺度上可能让人有些怀疑，但基本上她做的事情你都能看得见，她都放在外面，也不过如此。但是你所做的事情，有的时候如果不去深挖详细了解的话，是不了解你的，所以你恰恰有些事情更不让人放心。不仅仅是所谓你女朋友怀你的那爱美女性，你处理不好和她的关系，你那个姐姐和妹妹你在当中也没起到好的作用，你至少没有协调好，所以这样的话导致你俩之间的矛盾。还有你俩现在大三上学，21岁，相处时间也1年左右，但是你们居然把家里的家人七大姑八大姨都要上来了，走太快。第三，这个男生啊有点自我，这个大男子主义很快就萌生出来了。你按照你的要求去对女方有各种的限制，其实你太过于小心眼，所以导致了你们俩之间的这种分歧。我的观点，你们俩把身边的所有人都去掉，两人独处一段时间，看能不能还走在一起。如果还不行的话，我觉得真的不如分了，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们俩之间有太多情感的交集，而更多是在小事上处理不了的纠缠，这就提示感情已经没有那么深刻了。1年的时间很短，所以可以做决定。恋爱就是给我们试的机会。好，谢谢于老师啊。来，齐总。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一定是二人世界，之后呢结婚或者我们想更长远的发展的时候，才可能涉及到双方的家人或者更多的朋友。但恰恰你们现在就是在二人世界里面掺杂了太多别人。女孩没听到喜欢他身上那个优点，反而是说你享受的是那种更多的关注。而男生呢，既然是二人世界，哪来那么多暧昧的人呢？就如同那个女孩，那个女孩对你有意思，喜欢你，你是心知肚明的，否则不可能说你有了女朋友之后能不能不要把我删掉。你当然应该删掉她，如果说她不问几句话你可以不删她，但是她问了你一定要删掉她，因为你知道她背后的目的是什么。反而呢，你不将心比心，当这个外向的女孩是你喜欢的，她可能有多了一些异性朋友，并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，你心里不舒服。但你有没有想到，当你跟那个女孩那么暧昧的动作，你的女朋友能不能心里踏实呢？一样是不能的。所以你们甭管是不由自主的还是人为的，把你们的二人世界里掺杂了太多的别人，一定会乱的。
其实在很多的感情基础很深厚的人面前，其实一些所谓异性朋友多一点啊，有偶尔有一些外人的介入，其实他是不会在意的，因为他相信对方，有信任在。而你们没有，没有，反而有那么多杂质进来的话，你们的爱情就不纯了。最关键的其实是在于男生，如果说你能够和那个女孩一刀两断，甭管有还是没有啊，跟她不再往来，也许会有好的发展。已经一刀两断了。还有，你跟你的亲戚朋友们，既然你知道这个女孩其实喜欢你，或者说对于她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什么，在意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对她的感受的话，拜托你能不能不要跟别的人说太多她的不好。你说她的不好，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说是件好事吗？只能证明了你内心的潜质里是说，我对这份感情是有意义的，是有怀疑的，是没有信心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针对这女孩好的话，专心专意过好你们的二人世界，就这样。